妈妈宝宝知识补给站 ，I love you。妈妈宝宝知识补给站。要维持温暖的环境，然后室温大概维持25到28度，然后热水大概放37到40度左右，然后我们要先铺好，等一下要擦身体的布，然后衣服也要先准备好。然后冬天快到了，所以要穿几件，就是可以先套好这样子，放在旁边准备。尿布啊，护膚膏都可以先放在旁边准备这样子。然后消毒肚脐用的都有。然后要在宝宝喝奶之前洗澡，不然容易一吐奶。然后手包好，等一下才不容易身体挣脱出来。然后我们以橄榄球式的抱法夹在腋下，手托住脖子和头部，洗眼睛，再洗鼻子，再洗耳朵，然后纱布四个角摊开，眼睛由内侧往外侧擦过去一次就好，不要来回，另一边也是，然后擦鼻子。耳朵、耳壳的内侧都要洗到，然后再擦脸，然后避免耳朵进水，洗头的时候要把耳朵捏起来，然后用水打湿头部。用的沐浴，然后后面头部都要洗到，就可以冲水了，避免水碰到眼睛。把毛巾拧干，再把头部擦干。让它躺在你的手臂上，然后托住它的腋下，双脚抱着慢慢下水，皱着处都要洗到，脖子下面、腋下，然后两边的腋下、手指头都要洗到。好，这边你看，洗完这面我们就翻成背面洗，虎口抓着腋下，另一种在我们的手臂上，然后让它舒服的靠着，然后双颊往后的，它才不会冷。然后一样皱褶处要洗脖子，然后骨沟的地方、后面的膝盖、脚部都要洗到。洗完背部，我们就准备要上岸了。皱褶处都要擦干净，避免有湿疹。脚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先穿尿布，避免 大小便下去。然后这时候就要涂一些护肤膏。护肤膏可以涂厚一点，就保护臀部。大小便浸泡，厚厚的涂一层。然后我们要消毒肚脐，尿布可以先折下来。消毒肚脐用95%的酒精，干燥用的。好，肚脐消一圈，由内往外消一圈。大概需要50块硬币大小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穿衣服了。我们要把湿的毛巾移开。对。这样我们就完成先生。
浴缸。